那我们现在就来下单一张元大台湾50，我们在5月14号的盘后来做一个定价交易。我们现在来选择商品，选择盘后交易买进，因为是盘后交易，所以它的成交价一定是收盘价，也就是说我们不去预测它会开低走高还是开高走低，不管它涨跌我们都买。我们现在就下单，我们再确认一次，商品是元大台湾50现买 ROD一个单位1000，定价委托下单，这个时候就完成我们的交易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元大台湾50现买 ROD 定价1000股，就这样，很简单吧，不要去预测股市，有钱就买，就这样咯。